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程毅。别再执着了，下载优酷国际版 APP 看《沉香如屑》吧，用你们的语言打开《沉香如屑》，和我一起沉浸式追剧吧。看沉香夫妇为你演绎不一样的浪漫小套路，口是心非送花季。演蛋啊，是吧？我也换水球了。他又想干嘛？没关系，就没关系，你跟我说干嘛？你不要误会，我有啥好误会的？你想干嘛就干嘛，我又管不到。那个，你的用意我绝不会送你。别生我气了。就一说话就想哄好我啊？干嘛？让我捡信息干嘛？拿着有个。你要不要？不愿意。要不要？不愿意。我就是其实不想让别人误解而已，那话都已经说了，这个误会要及时解开，你懂得对吧？你懂我意思吧？真的误会，那我可以原谅你了。这是花束，我只说一个啊。好的，我都不喜欢。嗨，我只喜欢这种。嗨，早说了。OK， 你想要啥就要啥，只要你不再蹭我气了就行。不同寻常的壁咚们。老弟，先玩一下，别站上来。